如何使用 Google 翻译所要的英文？请先用浏览器打开 Google 首页，在 Google 首页里面，的左上角，请你找翻译两个字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在更多里面会有一个翻译。将你要翻译的中文打在左边的方块。然后呢，右边点选英文，就可以看到英文的翻译，直接复制就可以使用。